腾讯视频 A 咖时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易峰。生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计划和表演。特殊的生日计划就是带父母去旅行，然后生日会就不做了。暖男还好吧啊，哎，可以穿上这个袜子就更暖了，好臭。我觉得可能是我脸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摄影机的问题，还没有研发出一款能够真实拍出我美貌的相机。没有时间了，我已经把可能好多年的余额都用完了，后面就应该继续的当骡子了。活在当下，未来可期，简单快乐。我的心得都很简单，就是舒服简单就好。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会穿了，有时候会看一看大家是怎么穿的，然后互相学习。大的挑战就是要把我想的变成语言告诉他们，去从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当中去找出重点。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些没有逻辑性的一些想法和语言变成了今天在现实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刚好看了一个电影，一个美国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然后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四个男的慢动作当中戴了一个墨镜，然后我觉得很经典，所以我跟他们说我想要的眼镜是比较经典比较简单的。经典比流行会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吧。其实很谢谢大家去买这款眼镜，但是我觉得这一款眼镜真的很适合大家在不一样的场合去戴，然后我觉得你好好保管它的话也可以用很长的时间。